在临时做个啥子事情，我都要把我妈带上哈，因为我感觉她就是个百度万事通，啥子都懂。我们今天去淘一件家具，就是我那个隔断嘛，一直都还没看到合适的，我妈回来了嘛，就把我妈拉起去看一下。现在上了岁数了，一条舞啊，跳时间长了也不得行。我们在装哈路也很舒服啊。看他那里有没得，那个是衣柜，问了好几家都没得卖的，必须要定做，而且现在他们都不定做了，难搞哦，要么都只有在网上买。买不到，我们就出去买菜。要不得。你买猪脚啊？好久没吃猪脚了。我妈只管负责挑哈，我负责拿。忘记拿兜兜了，我再开钱就可以了。那个猪脚，我妈明天要拿去请客看，请客吃饭。哎，差不多了那条，哎，哎呦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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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求生欲好强啊！回家做饭了。今天就是一个菜哈，那里还有配菜。再煮一起，一锅煮又方便又热，又热一会儿，起起。今天让我妈上手，因为我妈手里鱼是最好吃的。不只是烧鱼好吃哈，烧啥子都好吃。我还在正在取经啊，天天都在学呀。我还跑不动哎。再切点瘦肉炒起，这条娃哈很适合的那个，他又不喜欢吃，喜欢吃那个瘦肉，真大的。吃饭了。啊，二菜。哎呀，真是专门给你们要的菜了哈。土豆丝是最安逸。你大一点。吃牛。哎，很注意，然后是努力吃。要不我们吃。嗯。肉，那不都是肉啊？酸辣酸辣的，哎，一个一个来吧。还有粉条儿，青菜。粉条要不要？粉条儿啊？粉条都不要啊？我是红烧粉喽。我要粉，直接粘。红粘嘛。我直接会粘，我现在不要。不要粉。还平管，你不要变那个。那管家那么大了。要得，管家哈。这头有金针菇哈，管家那个大了，管家哈。我要猪肉夹。我们吃时间也不大。我们今天四个人，这三个人吃，剩下一个看。我说我不吃了。慢吃，慢吃，慢慢吃，别烧着，慢吃。你不能用小瓶吗？那个真的好好吃，好吃。你哦，咋了？两个多。两个多。哎，金针菇在卡在牙齿上，吞不下去。